大家，我是阿星，然后现在差不多早上5:40左右吧，出来收个网了。这几天天气太晴了，连续晴了2-3天，估计今天也没有啥货哦，就当出来洗洗网了。傍晚又要刮风了，然后把网清洗一下，网干净的也好进鱼。天气太晴了，昨天就没有出来收网了。哎，你是乌头吧？会跳。啊，哎呀，还有一点呢。乌头。又是一条山红，一点剥皮。还行哦。大黑肚，乳头也挺肥的。好了，第一碗收完了，去下一碗看看了。第二碗，哦，大鱼，又是一条大鱼了，有大鱼喽，鲶鱼，又是一条鲶鱼，好多天没有抓到这鲶鱼了，个头还行。还以为天气很晴的没啥货了，明显它还有一条鲶鱼。先把剥皮弄好，鲶鱼放后餐了，有个5-6斤，漂亮哦。哎呦，然后像今天的话估计还行，头两碗的话应该也能够值点钱了。啊，没啥货，继续抓大鱼就高兴了。第三碗啊，好像又有鱼在跳。5头吧。5头，还真抓对了，好几条。喂，全是5头。5头还有耳朵鱼，太会跳了。5头，哎，大白鲳哦，金鲳鱼。这一碗的话，一尾放出来，鱼乱跳了。有大剥皮，鲳鱼可能有个1斤。一桶，全是乌头，那里边全部都是乌头。几条油刺。今天鱼不多，这碗，这是黄花蟹啊，那是海洋垃圾，往里边了，水母，你看，
像这种的不好认，不知道是颜色蓝色的，不知道是，应该这种都有毒的吧？真的，不要被这水母碰到了，碰到的会起痒的。有刺，那迷茫，这迷茫，然后就收，就把收好了，然后现在回来喽。回来了，就看今天这个天气太晴了，就杂鱼也少，就弄一些这剥皮一点，然后弄条金枪，这条都哎呦，金黄金黄的啊、哦，虾也不多，就这两条，十多斤。应该有个十多斤的乌头，太多的话乌头这边本地人们也不怎么喜欢吃。看一下豆片里有点大，可能有个六七斤，然后像这条的话有点受伤，肚皮的一定都去了点，看一下也不好养，不能养了，养的话可能早晚会死呢，这些鱼鳞都去了，然后像这条的话就一会拿到市场去卖了。好了，那今天视频就这样了，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了，我们下去见，拜拜。